贵的鳄鱼包包吗？很多人都很喜欢，但是都买不起。有来自法国的业者呢，打出一场10年一度的拍卖会，消费者只要用100块钱，就有机会带走十几万到数十万不等的鳄鱼皮包包。民众呢，有3次排队抽奖的机会，选出最爱的皮包，然后呢，用100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，让小资女孩也有机会圆梦当贵妇。